现在是由我们的如凯族的部落长老还有耆老要为大家做开酒仪式。如凯族要展开娱乐活动前都会进行开酒仪式，开了以后如果大家觉得香醇香甜，今天的活动会更加的美丽。Kaya ito ni Sisi, tara mo na doon kaya, lulipat agi na, tara pala, laman ako na babak mo ni Sisi. Sana sang usay, tara ka usay, tara kaya sana, tara ka tara kaya awan kaya kama. O, ching bu lo zang lao kai cho. Ala, patagi na nga kamaro na. O, 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是上个月的收成哦，特别酿制的，为了今天的活动。Ikai ka babaan mo kayo, manikura tau ka manikura, itakil ka kita kaya sa, nakababan ka, babaan niya. 所以小米不是越陈越香，而是越年轻越有味道，因为它活力很强。Kai ka babaan niya, lo ka tau ka manikura, sangwa usai sa pukwan na ame. 哦，这个比红酒还香哦。不过讲实在，我没有尝试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听说成分不容忽视啊。好，也在我这里跟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贵宾介绍一下，这个真的就是今年小米采收了以后呢，开始酿制。哦，那这个酿制的技术非常非常的高超哈、哦，然后它要用最原始的方式来酿制，哦，它的味道特别不一样。Kay kababaan kay kamanya sangwaru muturamuro arkay kura sidwar duman kita panyanyan kura atu bababaan si lao kamokar ini dika sangwaru sa niya。哦，在场的乡亲，您不要担心喝不到，绝对喝得到。但是一个人只能喝两滴。你把滴滴把你的嘴拿干嘛？我们要喝了，应该要有连杯了，等一下不够。哦，这个非常不容易哦，而且还是用那个传统的瓮来酿制。开个马多多的开大盘面，拿了开咖啡西多的馒头咖啡那滴肉，拿个德文咖啡大烤馒头开个不完的呢。而且酿制的那个师傅啊，他是81岁的老人家。哇，为你们家多宝贝，打了那盘马西巴马在的是，拉开你的口琴，拿了你的大烤馒头来吃。今年的桃园市一定会风调雨顺。欢迎续杯。那我们就要改改，一时不应该在土巴湾那边去毛多当当，马拉姆可能去到沙田当，所以讲还是那个的。回来啦，那个哟，毛马来西亚的，毛姑姑了，毛姑姑了，回来了，回来了，哎，那个规矩只能喝一杯啊，喝两杯就停止了。千杯万杯，再来一杯啊！开酒仪式还有两分钟。非常的甜美哦。好，待会中餐我们还会持续供应。好，待会中餐我们还会持续供应。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第三阶段的活动。接下来是由我们的两位勇士要来。